车有什么意思进去的呢？哎，什么时候进去跳的？没注意到他。他马上就要笑了啊！哎，刚刚说笑就笑了，哈哈。看吧看吧，非常新鲜。哎呦，哎呦，最好出去玩。那个飞机万一，飞机万一下来砸到头，万一失灵了。阿嘉和那个曲珍，现在阿嘉那不他不会到处跑了，他之前在外面嘛，现在在成都。你还可以上个一边健身，可能也不冷呢。啊。